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耀老师哦。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的第一题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吧。他说呢，在咱们的花东海岸啊，有一个安山岩质的角砾岩的海石洞。那他说它离海平面高约3公尺左右。那他说海石洞的顶端位置呢，有发现一些藤壶，还有其他贝类的化石。他说化石的宽度大概是50公分左右。然后之后他据点之后他要补述了，又告诉你说现在的藤壶必须要生长在潮间带，而且它呢潮差不能够超过1公尺。那他说此带中藤壶呢跟其他贝类出现在海石洞顶端的原因究竟跟下列何者地质作用有关？那他给了海啸、地壳抬升、陨石撞击、大地震跟山崩，究竟哪一个才是哦？好，那这一题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题目有些字的意思好了。大家有人知道潮差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请举手哦。好，没关系，我看不到。好，那就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潮差是什么意思哦。好，如果假设有一个沙滩啊长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假设它在退潮的时候，假设它在低潮，也就是退潮的时候啊，我们说退潮这个海水会往后退嘛，那它退潮的时候假设它的水位在这里，好，那涨潮的时候呢，可能涨到这里来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高度差？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潮差，也就是高潮跟低潮之间这一段，我们说它叫潮间带，我们也说它叫潮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到底需要懂什么样的观念？好，那我们这一题呢，我们先将题目把它转换成图像的方式哦。来，首先第一个呢，他说啊，我的海石洞它离岸3公尺的地方有发现了贝壳跟藤壶，然后这宽度大概50公分左右。那我就发现了，藤壶跟贝壳原本要长在海里面啊，或者潮间带，那是不是代表说它原本应该是在水里面的呢？对不对？那原本一定就这个位置、这个高度的地方，人家水里面，那到底要怎么样我才可以让这个藤壶或者贝壳能够离海平面高3公尺啊？那我就想啦，我是不是可以海平面下降呢？是不是也是一种方法？海平面下降。第二种方式是什么？我有没有可能地壳抬升？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我的藤壶跟贝壳比海平面还要更高。当然，今天藤壶跟贝壳不可能自己从海里面爬上陆地嘛，所以一定是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第一种要不海平面下降，第二种要不地壳上升。好，那这一题我们是不是就能够选答案了呢？答案就是我们的B 选项，地壳缓缓的抬升哦。我们地壳缓缓抬升呢，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像是海底的原本一些沉积岩啦，或者一些化石，然后因为地壳抬升的作用而使它原本在海里面变到陆地上来了。所以地壳抬升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哦。大家答对了吗？好，那我们这一题来看一下相关的考题重点哦。这一相关重点就是海石地形哦，有海石洞、海石崖、海石平台。如果你不清楚有什么海石地形的同学，赶快点进去看吧。我们下次再见喽。